老婆，我回来啦，你给我带啥？我们今天这么早回来啊？你都这么忙了，我哪里好意思那么晚回来呀、啊？那小宝给你喽。好的，走，走，洗澡。最近雨季可能比较潮，小宝的脸有点红，还好家里备了起初清耗舒缓霜，小宝的苹果脸交给特护霜了，里头的清耗成分和糯米精华对泛红发痒很友好。泛红期好了以后就不用再涂特护霜了，换成长护霜来维稳保湿就可以了，同样也是植物成分的，没有乱七八糟的添加，很安心。